给人类的恩典，宇宙给人类的恩典，在阴部附近，在阴部附近，帮我们准备了，帮我们准备了两百倍的钙离子。200倍的钙，所以这里有200倍的钙，这里有180倍的钙离子。所以你有给充充的乳乳乳暖暖的钙离子造出来，造出来之后，伊就将遐个乳酸、有一些二氧化碳，安那把它分解，把它代谢。你就我上个，就是这个礼拜一，我的学生60几岁，62岁，一个女生。跟他先生63岁，他们这一个月来几乎都每个礼拜都有2天到凤凰教室，都叫老师帮他捏尿，最后两个呼吸都不见了，在乳房里面硬块都不见了。刚好他儿子由大陆回来，他儿子住在大陆，带着小媳妇回来，年轻的媳妇刚好怀孕一个月，但是在医院检查乳房怎么样，纤维囊肿，所以他很紧张，医生说不处理的话以后会怎么样，会乳癌。然后他赶快打电话叫他儿子把媳妇带回来，不要听医生的话。所以礼拜一我就帮他捏，哦，鬼叫鬼叫的叫好大声。结果礼拜四又来说，老师我礼拜一就是你们后天要回大陆了，你是要帮我检查一下。我说回去有没有抽？有，很认真抽。我说帮他抽。哎，啊，今天怎么不叫？老师，啊，今天怎么不痛？一点点痛而已，但不到几秒钟都完全不痛了。还有那块硬块怎么样？往你那块硬块不叫，缺了两种，叫做跟我说经络气结。经络气结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可以让台湾的女人一辈子不得乳癌，不得子宫那个子宫颈癌。啊，所以我能够让你们这样，所以医院有没有很害怕？听到我的名字很害怕，因为是我来试，来。